基督教院跟切夫之爱基金会，今天由乐团、歌仔戏团，还有相关的单位，特别来演出，来缅怀我们的宣教师。彰化基督教院是现在彰化南投云林唯一的一个医学中心，是以爱为核心的一个医院。那特别是我们要帮忙需要帮助的人，帮忙贫困的人，帮忙生病的患者。要用到音乐，用到歌戏来庆祝彰化基督教病院设立125周年，也恳求上帝将这个厅继续延续在这，让咱所有病院的同工，所有的医护同工，所有的民众，咱拢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。我相信这一份传承会永远继续的走下去，让我们能够服务更多的病患，造福更多的台湾的人民。甚至是世界上任何需要我们医疗服务的，还有传道的地方，谢谢。